哎呀！完了！不体检不知道，一体检吓一跳啊！血糖高，血脂高，啊，尿酸高，而且还有点脂肪肝。医生说我属于严重亚健康。我说严重亚健康不就是不健康吗？啊，从今天起想办法健康起来。啊，这怎么弄啊？哟，有氧健身馆，哎，返老还童馆，这是怎么选择啊？怎么开始啊？哟，哇！大家好，我是健康生活馆的金牌教授依林。大家好，我是健康生活馆的值班经理陈奕恒。健康就是想跳就跳，健康就是想跑就跑，遇到困难笑笑，青春永驻不会老。哇，我们怎么那么累啊？看上去好健康啊！赶紧收拾收拾，估计今天客人不会少。好。哎呀！我就是返老还童馆的王牌经理尹正，这位，你挡到我了。这位就是返老还童馆的馆长宋馆长。想要健康怎么办？就一个字，补；两个字，大补；三个字，王师傅。漂亮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啊，看没看到？嗯，看没看到？一看就是很有钱。来客人了。啊，你先上，然后我再上。好，我准备上。好。啊！呀，大哥，你是来健身的吧？啊，对。看看我们馆长的体魄。哇呀，必须来我们这里，我给您介绍一下。老板，哎，你看你就是很有钱，面相带富贵，一看就是养生之人。来我们返老还童馆啊，只有你赏不到，没有我们补不到。必须来我们这里。我还没有觉得，你们来，你们先松开。哎，你们听我说，是这样子啊。我刚刚体检报告出来，医生说了啊，说我现在严重亚健康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一定要想想办法，好吗？这位大哥啊，那你来我们这里就对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刚开幕，还新增了一个套餐，你现在来带朋友来，还买一年送一年，你再介绍你的亲戚来的话，买一年再送你三年。哇，太划算了。哦，真的吗？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套餐只要10000块，10000块就可以带回家，包你全市都可以使用。10000块钱的一个套餐。对对。哇，感觉有点贵啊。我对了。怎么？不是感觉有点贵啊，是非常贵。啊，对。这位老板，你听我讲，他们是骗钱的啊！10000块，我们这边不用入会费，我们只需要开窍会。什么是开窍会呢？不需要你10000块，也不需要你9000块，只需要你8888啊！我们就把健康送你家，包你美莲花。哎，你看人家这个便宜一点，这个性价比你们更高啊！那我肯定选择便宜的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对的。宋馆长吗？对呀，哎呀，这么久没见，你怎么还是没长高啊？这么久没见，你还没嫁出去呢？哎呦，说到我的痛处，说到你痛处。哎呦，他们这两个针锋相对啊，竞争很激烈啊。对呀。我问你们，如果我买了你家的这个卡，你们怎么安排我的饮食啊？哦，吃很重要，你说到重点了。吃最重要了。你想要好的身体呢，一定要管住嘴，迈开腿。所以呢，我们吃的东西都是无色无味无香的东西，全部都是低脂健康高纤的产品。这个迈开腿好办，那管住嘴我真的是我特别喜欢吃。太对了啊，太对了。怎么了、啊、什么都好管。嗯，你以为嘴那么好管吗？啊，嘴多能嘚瑟呀，素，对吧？就你爱瞎嘚瑟，管嘴干嘛呀？活着一生为了什么？人生在世，吃喝二字，你把嘴管了，你看你的生活什么意义？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吃到肚里才算得，穿破了绫罗才算衣，养老送终是儿女，白头到老才是夫妻呀。所以说，管住嘴干嘛呀？傻呀！啊，对啊，那我错了，我不管嘴吗？我随便吃吗？随便吃，倒不随便的喝，让你达到同样的目的。这
不走，我过来吧，你老板，我们馆长以德服人，童叟无欺，来，大哥，刘部，怎样？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生命不息，运动不止。哦，生命在运动吗？你是说？请看，有突围症。哎，哇！我好，你真的是在全世界各地倒立啊！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的陈经理，带着你一起练，帮你有一个健康的体魄。哇，这个是很厉害。你看，他们这里人家颜值很高，而且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跟他们一起健身，我比较有动力啊。这就对了啊！你彻底上当了。啊，为什么？那是他们的计策，美人计啊啊，是吗？他说我们是美人，但是我们是很坦诚的。我们虽然说长成这个样，我们为什么敢出来揽活呢？因为我们真诚，因为我们真正有真的实力。什么样的实力呢？生命在于运动，做。生命在于什么？生命在于静止啊，静止不动吗？他们的观点我不敢苟同啊，是吗？你看那些骂的啊，每天多能蹦啊，骂的多能嘚瑟啊。从这根草蹦到那根草上，从那根草又蹦到这根草上，蹦几天死了。他说你们是蚂蚱啊、嗯，还有王八啊，王八怎么了？王八趴在水坑里一动都不动，一活就是一千多年呢、啊。真的，千年的王八。还有最关键的一点，有人计算过，每个心脏它的跳动的次数是有限的啊。假如说我们一生中就跳一千次的话，你这一嘚瑟就加速了他的跳跃的运动的速度，心跳呢只有这么多次，谁先跳完谁先死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不是？对，看看他都听明白了。所以说还是静止才是生命的真谛。远的不说，就说近的，看看我们肤白貌美，再看看他们的宋馆长。这个返老还童，你现在还处在一个老的一个状态，看不到结果，没有办法相信你。哎，我要去他们那边，真的是时候出我的杀手锏了。什么杀手锏？出人。出人？谁？哟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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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沧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随浪天。哇！快走，快走，掉下去了，姑娘。苍天笑，纷纷世上潮，谁负谁胜出？这位大师。不，等一会儿，我对你们返老还童款的这四位宫女太感兴趣了，我好想跟他们去锻炼去啊。这位大师已经108岁，眼不花，腿脚利索，牙还都在，口齿特别的清楚，还能上台说相声呢。是，你有108岁吗？生命在于静止啊，心静，万物皆静。哇，您这太厉害！不是大师，您这手怎么冰凉啊？啊？心静自然凉啊。哎呦天哪，我这是简直瘆得慌啊。哎，我也想活到他那样子啊。如果我能够活到108岁，还能像你们这么年轻啊，那我绝对上你们返老还童馆来了。给我一个五啊。既然这位我们这老板顾客老板已经选择了我们，对，已经选择我们，我们俩去给老板铺床走，铺床去了。对，哎，对了，经理，他们绝对是骗人的，我们不可能眼睁睁就看着这位大哥在他们这里被骗呀。怎么说被骗啊？这位大哥，108岁了，身体那么硬朗，家中侄女都还好吗？还好吧，现在就剩下个孙子吧，因为我太能活了。能不能给我传授传授点秘诀啊？想长寿啊？啊，那我得教教你，长寿最重要的，多听相声。真厉害，一定得听少班主啊，知道吧？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那班主是谁呀？我不认识，不认识。不过我说大师啊，就你看起来状况不是很好，哎，头发都白了，这皮肤怎么
这么干呢？没有啊，没我还老，就是你看我这肌肤吹弹可破呀，吹弹可破，跟剥了壳的煮鸡蛋一样。你看，可是我怎么感觉我皮肤弹性比你好啊？哎，我82年的，你看我看我弹性可好了。你轻点，你轻点，你哪年呢？我82年呢。爸，好意思了你八二的，我96的。你96？1996/2/8呀，这是我生日，你不知道啊？你看见没？他就是在骗人。你不才21吗？搞了半天你是96年的，二月八号，太过分了。怎么了？里头的出来！啊！你们这搞了什么玩意儿啊？房不好，身份证拿出来了。等一下，你们这就是一群骗子！骗子！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就不信你们！别跑！等会儿。陪我跑的还不走的，我宣布永剧场杀青。今天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今天是谁的生日啊？郭麒麟。2月8号真的是麒麟的生日，让我们一起祝麒麟生日快乐好吗？谢谢。麒麟的这个粉丝专门为麒麟做了一款生日蛋糕，这蛋糕上面不光有麒麟，而且还有一个囧标，看到吗？好用心，真的，谢谢他，点上蜡烛，赶紧许个愿，快！许愿，希望我姐赶紧找到男朋友，希望我哥赶紧找到女朋友啊！祝宝哥越来越白啊，越来越白，越来越好啊！希望世界和平，再没有战争啊！好了，谢谢！今天有一件事情，麒麟真的不知道怎么了。今天除了囧家族给这个麒麟过生日以外，我们把麒麟今天所有的粉丝都请到了现场。我的天！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麒麟的粉丝好吗？来。哦，我是囧餐厅的服务员郭麒麟。辣死我了！代表德云社的德云一哥。我是女生，我兴奋，一个呆听。我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冷的这么一个人，我不骗你的。嫂，你不可，给我气坏了。爷爷，我错了。嗨，大人你好，这是我给大林的生日礼物，羊肠面、河南烩面、阳春面、雪菜肉丝面、牛腩面、葱油拌面、鸡蛋打卤面。祝大林生日快乐，大林 Happy Birthday。 谢谢大家。刚才我在录像里面发现了一个现象的，郭麒麟这个粉丝啊都端着一碗面。对，那你说过生日咱们吃蛋糕，咱们过生日就得吃碗面，怎么可以不吃一碗长寿面？对呀。对，我知道在那个浙江那个温州那边啊有一个索面之王。嗯，哎，他叫号称是南山张艺谋，就长得跟张艺谋特别像，找到他就可以做出最好吃的长寿面。好，郭麒麟，我一定帮你把它带回来，好不好？得了，谢谢姐。来，咱们就实在囧途囧备出发。